本期话题：怀孕前三个月一直同房没事吗？孙晓光，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。早孕期就是怀孕十二周以内是不适合同房的，那么晚孕期就是临近分娩的两三个月内也不适合于同房，倒是在孕期就是怀孕中期呢可以适当的同房。早期为什么不能同房呢？因为这个同房呢可以刺激子宫收缩，这个时候呢胚胎还没有稳定，胎盘也没有完全形成，容易诱发子宫收缩，甚至诱发流产。而且同房呢可能会带进一些细菌引起感染，所以早孕期呢我们是不建议同房的。